非常演员那边，然后认识彼此的。那时候我第一眼看他的时候，我就对他说，我对你有感觉。我一开始认识他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，然后非常的照顾家人。我觉得一个男人能够给家人关心，就代表这个男人真的是很不错。我相信他也会照顾我一辈子。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优雅浪漫，非常喜欢他的设计。我觉得爱的定义就是我们能够相遇，然后相知，到现在我们能够相爱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机会。